主导它的这个有哪些资源，让这个两个国家争夺不休？是石油呢，还是这个？主导主要还是渔业资源。渔业资源在日本海域有相当多的这个渔群，然后日韩的渔民在那个地方长久以来都是在那边生活的，主要是第一还是渔业资源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